第33题，如附图所示，有一颗球分别以甲、乙、丙三种不同的方式由同一高度落下，其中甲是自由落体，乙以 V 的速率向右水平抛出，丙以 V 的速率向下抛出，若不计空气阻力，则球落地时重力对球所做的功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做功就是力量乘位移，而这里的力量就是它所受的重力，也就是 mg。 那么同一个东西，所以质量是一样的，重力加速度呢也是一样的，自相同高度落下，所以呢重力所做的功的位移呢也是一样的，三个都一样，所以做功就会一样。因此第33题问我们说，重力对球所做的功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甲等于乙等于丙。